在前线打得非常糟糕啊，出了很多事儿，最大的一件事儿，也是全军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儿，战士拿着冲锋枪冲进了军司令部，军长政委哒哒哒哒哒，我的天哪，打自己人，军长打伤了，参谋长躲在桌子底下没打着，那个战士主要是冲着参谋长去的。哦，这个参谋长是粟裕的儿子，叫粟荣升。粟荣升呢，本来不是这支部队的，他是另外一个师的参谋长。哎，部队，这个部队没有，是这个部队要开嘛，他就给军委打报告，要求参战。高干子弟，你参战你也没什么危险啊，你参战你回来不是升得更快了吗？但是他胡指挥，人家在山上，咱们在地下，人家在暗处，咱们在明处，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这个山头，一仗下去几百人都报销了，谁都不能提意见。那个师长呢就反对这么大，说不行，那是个老师长，说得爱护战士生命，就是说这个师长啊，厌战畏战害怕，就是军里边派这个参谋长带着工作组，就把这个199师的指挥权就夺了，就是全得听他打，越打越糟糕，谁还不能提意见，你如果提意见，你明天就到二排三班去，上前线，让你送死去。对，这个死的人太多，这个炊事班长就急了。我他妈的哥们儿，我的同乡，那部队都讲老乡嘛。我老乡他妈昨天还跟我怎么啊称兄道弟喝酒啊，他妈今天就死了。气坏了。而且不管我老乡他妈昨天还跟我怎么啊称兄道弟喝酒啊，他妈今天就死了。气坏了。而且不管这一件事啊，拿起冲锋枪就冲进了军司令部。这个布林好汉打这个粟荣升，枪声一响，那么指挥部就乱了。嗯，根本不知道自己人来打来了。嗯，以为他妈越南人他妈冒进来了。嗯，啊，这还这么大故事啊。把军长叫张志坚打伤，啊，我该打死没打死，对，该打死没打死啊，那就躲得快，啊，然后大家反应过来，就一块抓他，他拖着枪就跑上山头，顽抗了一阵儿，最后开枪自杀，这在军史上没有过的政治事故，啊，就是这支部队，因为。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？我到老山前线去采访的时候，我们报社的社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你去了别光拍照片，有这么一件事儿。我前面去了一个文字记者，叫叶岩，小伙子比我小一两岁，他是军事部的记者，他妈到老山前线听完这些话，他妈火他妈的不打一处来，最后走的时候呢，军长政委啊喝酒送他，他拿着酒杯就军长碰嘛，说军长，你这个杯里啊不光是酒，还有血，还有战士的血。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得爱护人的生命嘛。军长他妈一愣，还没有反应，那政委在旁边叭就把酒杯摔了，政委叫江福堂。哎，不欢而散。我们这记者没回到北京啊，军里边的告状信已经告到军委了，告到胡耀邦，告到那个杨尚昆那儿去。胡耀邦、杨尚昆都有批示啊，他妈的记者说我们记者反战啊，动摇军心，那扣一堆人堆帽子，告到胡耀邦，告到那个杨尚昆那儿去。胡耀邦、杨尚昆都有批示啊，他妈的记者。说我们记者反战，动摇军心，那扣一堆人堆帽子。胡耀邦那个杨尚昆就批示嘛，严肃查啊，调查，
如果这个记者是这样的话，要开除记者队伍，哪能干记者呢？可是他妈报社一方面接到胡耀邦的这个批示，杨尚昆的批示，马上接到这个前线部队干部战士给他给报社写的信，干什么呢？为我们这记者请功。嗯，说你们这记者前线这几天啊，和我们一块儿摸爬滚打不怕死，这业员太棒了，你们这记者。所以报社一看，他妈一个请功的，一个要处分。那报社一听就他妈知道有事儿啊，啊，社里面。这个时候我要去了，我们社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把这事儿跟我讲了一下，说他妈部队现在在告咱们状，妈非常麻烦啊，弄到军委去了。你去啊，除了采访，还有一个任务啊。看看能不能把这事儿抹平，要不然咱们是报社受不了这事儿。事太大了，肚子太大了。我就说试试吧，啊，我说这个六十七军啊，我父亲原来就是这个部队的，我说他现在的军长他不认识，上一任的军长他认识，我说我去吧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四个人嘛。我们到老人前线，刚他妈一报道，到这军指挥所那帐篷里，宣传处长接待我们啊，这《中国日报》王文兰啊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解放军总参谋部啊，摄影干事武志毅啊，你上级机关来了。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李斌斌啊，欢迎欢迎。这《中国新闻报》欢迎吗？哈哈，谁呀？扭头就走。哦，你说我他妈多尴尬！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李斌斌啊，欢迎欢迎！这《中国新闻报》欢迎吗？哈哈，谁呀？扭头就走。哦，你说我他妈多尴尬！我下不来台啊！那是宋老师，你多大？这是八五年的，我是五一年的吧。八五年三十几岁嘛，对，三十四岁，三十四，嗯哼，最年轻。我多尴尬，哎，我一下拽住他了，我说处长，处长，宣传处长，我说你别啊，我说我父亲原来就是这部队的，199师的，啊，我说那前任军长，他认识，你这是他老部队啊。部队是讲山头的，嗯，你他妈一讲他妈自己人了，是吧？找到关系才缓和，暗号对上了，暗号对上了。哎，我们这采访半个月走的时候呢，军长政委又跟我们喝酒啊，然后军长说啊，你回去跟报社领导说引言的事儿过去了，年轻啊，年轻，这个，以后《中国青年报》和我们六十七军仍然是好朋友。走。